我们用最热烈的尖叫声跟掌声，有请 Riffa 美容仪亚太区代言人朱毅龙，掌声有请。掌声有请。朱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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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老师好。掌声有请。朱老师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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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朱老师好。来，我们请朱老师跟我们现场的朋友打个招呼好吗？现场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朱一龙，好久不见。好，该尖叫该掌声了，快点快点。好帅，好帅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帅。哎，我跟你没有看到眼都懵了。好了，我们要先问一下朱老师哦，因为我知道朱老师最近特别忙，可不可以先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接下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？最近没有拍戏，我刚刚杀青。对，然后现在在休息，休息啊。对，然后拍拍之前线下的广告。好，因为我知道那个《盗墓笔记》重启，4月14号刚杀青嘛，刚杀青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对朱老师来讲也是蛮好的，可以好好稍微休息几天哦，稍微休息几天。那我觉得朱老师平常工作这么忙哦，其实我非常好奇，朱老师平常会逛街吗？很少逛街。很少逛街啊。那如果说今天你要买护肤品跟买美妆品的话，会不会来丝芙兰买？会，肯定会哦，肯定会。因为我知道大家都知道丝芙兰的产品的不仅是品牌众多，而且呢产品特别的齐全，而且特别品质有保证哦。所以我相信不管是朱老师也好，或者是我们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也好，来这边购买产品一定都非常的放心哦。好，那这个如果来那个逛，平常很少逛嘛，哦，没有关系啦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就是稍微那个遮掩一下就可以来偷偷逛一下，偷偷逛哦。好，那我要问一下这个朱老师哦，因为我们知道朱老师是帅气的大白羊，4月16号刚过生日嘛。对，刚过生日哦，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的生日愿望是什么？其实今年生日愿望，其实我每年都差不太多，就是还挺简单的，就希望大家身体都健康，然后今年还希望自己后半年能遇到一个自己喜欢的作品吧。吓我一跳，是不是你们都跟我一样吓一跳，对不对？吓到以为你要说遇到喜欢的人。你没看大家全场都惊呆的脸，惊呆的哦，是希望就是接下来有更好的这个就是演戏的作品嘛，哈。好了，虽然说这个生日刚过，但是我觉得这个祝福永远不嫌晚。我也要代表我们所有的粉丝朋友，这个为朱老师送上祝福哦。希望朱老师新的一年呢，在工作上、事业上都有更好的斩获，好不好？谢谢，谢谢。好，祝福朱老师。好，那我们要进入正题啦，进入正题哦。因为今天呢，哇，等一下尽量抽奖抽到你，好吗？这位鼓掌鼓得特别大声。好，因为这个朱老师呢，身为Riffa美容仪亚太区的代言人哦。那个我想问一下朱老师，平常在什么时候会使用 Riffa 的产品呢？我一般是像开工啊，有工作都会在化妆前使用 Riffa。 化妆前，对对，因为我这么近距离的看朱老师哦，他脸好紧哦，好紧实，非常紧实哦。就那你知道其实演员拍戏很辛苦，要经常熬夜嘛，所以其实很多演员都会有水肿的困扰，但是我相信大家看到朱老师帅不帅？非常帅，非常帅啊！我觉得这个帅气当然也要归功于朱老师的父母哦，当然另一方面也要归功于 Riffa 哦，就是在使用产品的时候让朱老师有这么帅气的脸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考一下朱老师哦，很简单很简单的小问题哦，因为这一次其实 Riffa 呢针对丝芙兰的渠道，我们特别推出了三款的新品哦，在朱老师右手边这边哦。那我们来问一下朱老师，首先第一个。这个呢叫 Casa M1， 我们来问一下朱老师，你觉得它长得像什么？像蝴蝶结。像蝴蝶结，对，很像哎。领结也很像。领结，对，像领结哈，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适合朱老师哦，因为朱老师有时候工作要飞来飞去嘛。对。那我觉得首先它因为它的体积非常的轻巧哈，哦，所以如果您随身携带的话，其实非常的方便哦。尤其譬如说拍戏的时候啊，就是随时随地就可以拿起来。用一下，好，拿起来刮一下，好，好，所以这个是第一款哦，我们的 M1 蝴蝶结哈，我要跟那个现场的朋友再次说明一下哦，因为这个商品只有在丝芙兰渠道买得到哈。然后这边我有一个小故事，我要跟朱老师分享一下，因为这是刚刚我们 Coco 老师特别跟我们讲的，就在我们这个蝴蝶结呢，因为它有三个颜色哈，有白色、珠光紫跟红色。对，朱老师您猜猜哪两个颜色卖最好？您猜一猜。这个颜色。红色，对，还有一个。还有一个白色。
还有一个其实是紫色。那我跟您说为什么？就是红色跟紫色卖最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您的粉丝小笼包们要祝您大红大紫。对，这个是刚刚 Coco 老师特别跟我们分享哦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小笼包的一些心意啦哦。所以当然，我觉得请大家还是可以呢多多支持朱老师的新作品，然后多多支持我们这个 Riva 的产品哦。好，首先是第一个哦，就是我们的蝴蝶结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呢，这个朱老师应该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哦。因为听说朱老师帮他取了一个很可爱的名称嘛。对，流星锤。流星锤，对。而且这个其实是新的颜色诶，朱老师有见过吗？是新，对，限定色。对，我有见过，之前拍一篇的时候有见过。对，因为这个是丝芙兰的限定色哦。而且其实刚刚我们有听那个朱老师说，觉得他特别像像钢铁侠。像钢铁侠。对对，因为也刚好是最近很火热的一个话题哦。对，像钢铁侠这一款的这个流星锤呢，那您平常在工作的时候也会使用吗？对，我觉得有时候面部比较就是表情做的比较多了之后，对用它稍微缓解一下，放松一下。是因为刚刚其实 Coco 老师有特别提到说，这一款产品是针对面部的肌肉僵硬哦。那尤其您知道，当为那个身为专业演员，有时候一个镜头要拍二三十遍哦，那万一真的不难免了，有时候肌肉僵硬的话，我建议你就赶快拿起来，拿起来滚一滚，好，拿起来滚一滚，好。所以首先这是第二款我们的流星锤哦。好，第三款呢，这个就稍微为难一下我们的朱老师哦。粉红色喜欢吗？粉有没有一颗少女心？粉红色还行，还行哈、哦。但其实我觉得这一款产品对朱老师来说，应该是特别适合拿来送礼，对不对？对，我觉得女生应该很喜欢这个颜色。对，因为其实像朱老师身边也有很多的女性工作人员，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粉丝朋友们，基本上清一色都是女孩子哦。所以我觉得送这个产品给女性朋友，其实特别特别的适合。而且其实我觉得朱老师拿着这个少女心特别适合，你们不觉得吗？完全没有违和感呢。你不觉得吗？因为跟那个朱老师今天的那个服装对不对，刚好身上也有粉色齁，刚好有粉色，所以我觉得他拿这个感觉拍起来还特别特别适合。好好好，谢谢我们的那个朱老师。谢谢。好，其实刚刚透过我们简单跟朱老师的这个对谈呢，我相信其实朱老师对我们 Riva 的产品呢真的是真爱齁，就是真爱，因为工作也会用嘛齁，尤其帮助自己在上镜的时候可以有这种更上镜的脸齁，更上镜的脸。好，当然今天请到朱老师到我们的现场来呢，其实我们还是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哦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呢我们 NTG 跟丝芙兰的几位领导高层一起上台呢，跟我们的朱老师一起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哦。接下来有请 NTG 上海副总赵燕飞女士，以及丝芙兰中国区品类总监令梦来，以及丝芙兰护肤品类副总监 Julia 钱，有请几位，有请几位来。同时我们要麻烦一下我们的礼仪小姐递上我们的香槟杯来，麻烦我们台上的嘉宾稍微往前，好，往前一步，好，往前一步，来，往前一步。好的，谢谢我们的礼仪小姐。然后请我们台上几位嘉宾，我们先共同举杯，好，然后先看我们正前方的摄影老师，我们请我们的摄影老师留下这个美好的一刻。好，我们先看我们前面的摄影老师。好的，请我们台上的嘉宾露出您最灿烂的笑容。好的，来，我们正前方的摄影老师哦，麻烦帮我们记录下这个美好的一刻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右边的朋友哦，麻烦我们台上的嘉宾看一下我们右边的朋友。好，我们右边的朋友赶紧哦，赶紧赶紧留下这个美好的一刻。再来麻烦来我们左边的粉丝朋友来尖叫声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赶紧拍照啊，不是叫你先赶紧拍照。好好好好，来，谢谢谢谢我们台上几位嘉宾。来，我们麻烦我们一起共同举杯祝贺我们 Riva 在丝芙兰渠道限定商品上市成功，祝贺商品大卖哦，祝贺商品大卖。同时祝贺呢我们 Riva 所有的产品呢在丝芙兰的渠道呢都可以获得非常好的销售成绩哦。我们再次我们谢谢我们几位领导，谢谢我们一起共同的举杯祝贺哦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可以一口干哦，哇，要一口干吗？没关系啊，我们浅尝即止，浅尝就好。谢谢谢谢，我们谢谢我们台上的几位领导，也谢谢我们的礼仪小姐。麻烦我们几位领导，我们先台下稍作休息，朱老师请留步，朱老师请留步。好好啦，这个该分享的产品哦，还有我们这个简单的仪式都完成了。接下来我知道朱老师今天呢其实真的是给大家带来了惊喜，对吗？还准备了礼物吗？还准备了礼物齁。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朱老师为我们抽取现场两位幸运的粉丝齁。诶，那个在哪里？粉丝们在哪里？
好好好，我先讲好哦，先讲好，待会抽中的人，请你上台来的时候慢慢的走，不要用奔跑的哈、哦，然后不能奔跑，也不能拥抱哈、哦，要抱就抱我，好吗？好，我们先请那个朱老师为我们抽出我们今天第一位的幸运粉丝哈、哦。朱老师先不要念哈，先不要念，好，我们待会一起念。来，再麻烦我们再抽第二位。来，现场的粉丝朋友，我们胸前都有一块号码牌，先注意一下自己的号码牌，不要被别人抢走哈、哦。然后再次跟大家提醒哦，待会念到谁上来哈、哦，不要抢别人的牌子哦，啊，也不要自己的牌子被人家抢走哈、哦。好，来，我们要请我们的朱老师，到底是谁呢？第一位是十号，十号。我们十号的幸运粉丝在现场吗？十号在现场吗？你好冷静哦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很冷静。好，我们第一位是我们的十号哈、哦，来麻烦我们这个移动你的脚步，在我们台前来，公布第二位。第二位是五号。五号，五号是哪一位？五号，哎呦，刚好两位挨着坐啊，刚好两位挨着坐，这么巧。这么巧，来麻烦我们两位幸运的粉丝朋友到我们的台上来，好，到我们台上来，来来来，这边有请哈、哦，这边有请，来这边有请，来这边有请，然后我们要有请我们的朱老师呢，为我们这两位幸运的粉丝呢送上我们的签名礼盒，好，送上我们的签名礼盒，好羡慕哦，我都想要啊，真的是。对啊，好想要。来，我们麻烦我们稍微往前一步哦，稍微往前一步。我们请我们两位粉丝跟朱老师，我们一起合个影哦，一起合个影，来，一起合个影。来来，我们把礼盒立起来哈、哦，让立起来，因为上面有朱老师的签名哎。你要告诉大家，只有我有，你们都没有。好，告诉大家，好啊好。我们谢谢我们的摄影老师哦，帮我们留下这个美好的一刻。好，谢谢我们两位幸运的粉丝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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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台下请，好，台下请，好。这个朱老师很辛苦哦，朱老师很辛苦。好，其实我觉得刚刚两位粉丝真的非常的开心，虽然他们面部非常的矜持，但是我知道他们内心非常的澎湃激动，非常澎湃激动。好，除了我们两位幸运的粉丝之外呢，因为今天朱老师难得到我们师范的来哦，所以我们现场的师范的工作人员呢，也希望可以跟我们朱老师留下这个合影纪念，好吗？来，我们有请我们师范的工作人员，麻烦我们到台上来跟我们朱老师合个影，好吗？来，麻烦。麻烦麻烦麻烦，好。对，今天的所有工作人员都非常的辛苦哦，都非常的辛苦。来，麻烦台上请哈、哦，台上请。是，哎，五位嘛，好，来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稍微往前一下哈、哦，稍微往前一下，稍微往前一下。好，然后麻烦我们的摄影老师，好，麻烦我们的摄影老师，好。好，请大家露出你们最灿烂的笑容，好、哦，最灿烂的笑容。Say cheese。好，来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好，我们麻烦一下摄影老师哈、哦，来，一样露出我们最灿烂的笑容哈、哦，这是我们非常辛苦的工作人员。好，没有机会上台没关系哈、哦，没有关系哈、哦。好，可以哈、哦，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工作人员，同时也谢谢我们的朱老师。来，朱老师不好意思，最后最后哈、哦，因为我们现场有非常多喜爱您的粉丝哦，包括我们现在在。直播间呢有非常多您的粉丝在观看我们的直播、哦、请朱老师最后送几句话给我们现场的朋友好不好？好。对，给大家一点简单的祝福啦、哦、好久不见，对，嗯，然后简单的祝福，对，简单的祝福就好。希望大家可以天天开心，然后今年也会有作品出来跟大家见面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我们的朱一龙，谢谢朱老师，谢谢我们，请朱老师可以先台下先休息。